尘封2023在17日迎来总决赛尘封之夜的录制 ，ELLA 不负众望拿下冠军宝座，以第一位成团。她也是继王心凌之后第二位在节目里拿下总冠军出道的台湾女星。而她的团员还有第二名的 Amber， 第三名的美依礼芽，年度尘封创始人谢娜，以及阿令、贾静雯、猪猪、知福、刘惜君、吴敬山、巩琳娜，共11位姐姐。有网友就透露 ，ELLA 在拿下冠军后，激动向大家再次自我介绍，我是 SHE 的 ELLA， 在光荣时刻不忘最好的姐妹，满满团魂是让大家都感动到不行。其实之前 ELLA 出席活动就曾表示 Selina 和 Hebe 对她来参加节目是完全的相信，说着说着还流下感动的眼泪。他们两个就说太好，你这么棒，你是我们 SHE 的骄傲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让他们失望。是啊，嘉华真的没让大家失望，冠军属他真的是实至名归。